现在这个世界自杀的人很多，人不能自杀，自杀之后他的中阴身每七天呢要自杀一次啊，自杀是很痛苦的，每七天要重复一次，所以谚语所谓啊，他要找替身，他要找不到替身，他没有办法去投胎。找到替身之后，啊，再随他的业力、业缘的安排。才能去投胎。啊，那么这些事实真相一般人不了解，以为自杀就了了，一了一切都了了，哪有那种道理啊？真正了解佛的经义就晓得人决定不能死，死了就不得了。怎么不得了呢？六道各轮回去了。啊，一定要在没有死之前，你还有一口气在，净土法门说。啊，当你在断气之前，你觉悟了，这个时候真心真愿一念十念都能往生啊，这才叫一了百了，往生是真了了，没有往生就不得了啊。那我们总算把这桩事情认识清楚，一定要知道啊，要小心谨慎，办一生最大的事情就是往生极乐世界，叫了生死出三界。